叶璇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哦，你是想说昨天的事儿吧？没关系的，昨天大家都喝断片了，你不用太在意，我都忘了，我都不记得了。那我问你的问题呢？你也不记得了。 我先回去睡个觉，啊，不是，我先回去吃个饭，拜拜。 你可以给我个答案吗？